你好啊，您是房主是吧？我是房主啊，就是你们你确认是这个业主啊？啊，那就可以了。我问你，我这个锁，你开完之后它能废了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弄完我给你交一个。你今天不给我废锁，就给我开开就。没有钥匙是不是？不找你了，不是，我知道，就是所有的钥匙都丢了，是不是？没丢，我丢的，没收了，拿走了，这就是钥匙还用不用？用，后期钥匙这个钥匙还准备再用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看到你可以不破坏的，是吧？对，我们尽量不给你那啥，我们先借助给你看一下。对，因为你正常你们这边是物业找的，我们一般都不核实您身份了，因为他们就已经核实您身份了，要不然的话你得出示您那个身份证或房产证啥的。对，那在房子里边，对，房子身份证上是这个地址就行，如果身份证不是这个地址还不太行。对，因为他这个我们这个工作跟你这里面毛坯的还好一些，无所谓。往左吧，往左，现在往左扭是开。哎哎，我操牛逼！哈哈哈哈哈。Nice。